好多時候咧，我哋課堂嘅知識咧都係教授關於課本嘅內容。咁咧，但係 STEM 咧，其實可以讓學生咧係學咗本身嘅內容之外咧，都可以喺生活上面應用到出嚟。可以透過觀看唔同嘅影片啦，完成工作紙啦，同埋佢哋咧可以對本身 STEM 呢個學科咧就更加有認知啦，同埋真係希望增加對動手做嘅機會，令到佢哋咧可以完成到一啲產品嘅。聖公會院正蒙強銀禧小學，今年我哋有參加 STEM 獎勵計劃，希望同學有一個有意義嘅暑期活動。今個夏天，讓我們一起 STEM。